毛小孩是我们的家人，善待他，照顾他，落实动物福利是政府的施政的目标。那今天非常的高兴和所有喜爱毛小孩的朋友一起在这里见证农委会宠物管理科的成立，让毛小孩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我看过好多照片的影片，第一次看到阿拉斯加犬。等一下呢，我们要去逛春日好好市集。今年的城南有意思的活动跟往年一样的精彩丰富，欢迎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和毛小孩一起来走走。这边买两块，这样我早上可以吃。好好，这个要好，好，可以，谢谢。这个是。这边带两块回去。我看到的上过重的，没有这么胖的耶。你不想听这话，不想听，你真的不想听啊？你看他那个表情。